欢迎来到美厅。一个人城府深到可怕的20种表现，修炼城府保护自己。城府是一种智慧，它不仅仅是指一个人心思深沉，更是指一个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挑战。城府深的人往往能够洞察人心，洞悉世事，做出最明智的决策。然而，城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我们在生活中不断积累，不断感悟。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城府的真谛，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一个人城府深到可怕的20种表现，修炼城府，保护自己。一，处事不惊，稳坐钓鱼台。真正城府深的人往往都拥有处事不惊的定力，即便是泰山崩于前也能做到面不改色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在危机时刻惊慌失措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，只有保持冷静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，做出正确的决策。二，言语谨慎，三思而后行。城府深的人不会轻易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他们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，因此说话之前会经过深思熟虑，确保自己的言语不会泄露底牌，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三，情绪深藏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城府深的人往往都是情绪管理的高手，他们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喜怒哀乐。因为他们知道情绪是人的弱点，一旦情绪失控就容易被人利用。他们擅长用理智来控制情绪，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，不让人看透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四，察言观色，洞悉人心。城府深的人往往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，他们擅长观察别人的言行举止，从中捕捉有用的信息。他们懂得察言观色，能够通过观察别人的表情、语气和动作来洞悉对方的内心想法，从而更好地应对人际关系。五，深藏不露，剑不轻易出鞘。真正有城府的人不会轻易亮出自己的底牌，他们懂得保留实力，关键时刻才能出奇制胜。他们深知一旦底牌暴露，就会失去主动权，陷入被动，因此他们总是深藏不露，让人难以捉摸。六，待人接物，分寸得当。城府深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既不会过于亲近，也不会过于疏远。他们善于把握分寸，待人接物游刃有余，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尊重和关注，同时也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。七，处事圆滑，应对自如。城府深的人处事往往非常圆滑，八面玲珑，他们懂得随机应变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他们善于周旋于不同的人之间，让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自己人。八，态度模糊，不轻易表态。城府深的人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和立场，总是模棱两可，让人难以捉摸他们的真实想法。他们深知一旦表态就等于暴露了自己的底牌，也就失去了中立的位置，因此他们总是游离于不同立场之间，不轻易显山露水，以保持自己的灵活性和主动权。九，善于蛰伏，静待时机。真正有城府的人懂得韬光养晦，蛰伏待机。他们不会急于求成，而是会耐心等待最佳时机。他们明白时机不成熟时盲目行动只会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因此他们会暗中观察，精心布局，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果断出手。十，保持警惕，不轻信他人。
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心隔肚皮。深谙世事的人不会轻易相信他人，心中永远保持警惕。他们明白，外表往往掩盖了真实的内心，人们的思想难以揣测。因此，他们对他人的言行总是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只有确凿的证据才能消除他们的疑虑。11、利用人脉，顺水推舟。城府深沉者擅长借风使舵，驾驭人心如同驾驭棋子。他们深知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大树，因而善于利用周围人脉，使他人无意间成为自己的助力。此类人行事往往暗中布局，他人尚不自知，已成其手中棋子。12、多元布局，深谋远虑。真正有城府的人不会盲目地将所有希望压在一个人或一件事上。他们深知风险无处不在，如同行走在冰面，需时刻谨慎。因此，他们选择分散投资，将鸡蛋分散放在多个篮子里，确保自己始终有退路可走。这是一种深远的智慧，一种稳健的处世哲学。13、擅长伪装，保护自己。真正城府深的人往往善于伪装，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意图。他们深知伪装不仅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，更是一种在复杂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的策略。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戴上不同的面具，演绎出各种不同的角色，让人难以捉摸其真实面目。14、含糊其辞，不轻易承诺。真正有城府的人深谙言语之道，他们不会轻易拒绝别人，也不会轻易承诺。他们知道直接拒绝会伤人自尊，而轻易承诺则可能自食其果。因此，他们总是谨言慎行，留有余地，不轻易下定论，以确保自己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从容。15、深思熟虑，算无一策。城府深的人在做决策之前总是深思熟虑，考虑到各种可能的结果和风险因素。他们像一个高明的棋手一样，总是能够预见未来几步的局势变化，并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。16、忍耐力极强，能屈能伸。城府深的人拥有超乎常人的忍耐力，他们为了达成目的能屈能伸，尽显英雄本色。他们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，因此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理智。17、随机应变，灵活应对。城府深的人懂得随机应变，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。他们明白刻舟求剑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，因此总是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，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。18、权衡利弊，做出最优选择。城府深的人在面临选择时总能权衡利弊，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。他们明白每个选择都有其代价和收益，因此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，确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19、洞察先机，抢占制高点。城府深的人总是能洞察先机，提前布局，抢占制高点。他们对行业趋势有着深刻的洞察力，能够及时发现并抓住机遇，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。20、深藏不露，扮猪吃老虎。城府深的人往往深藏不露，表面看起来平凡无奇，实则内心强大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他们懂得隐藏自己的锋芒，在关键时刻给予对手致命一击，实现自己的目的。有人问我，你是城府深的人吗？听到这个问题，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因为在我看来，
城府并不是贬义词，而是中性词。一个人有城府，说明他思考问题比较全面，做事比较谨慎，这并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，如果一个人的城府过深，就会失去真诚和善良，变得虚伪和狡诈，这就是我们应该警惕的。因此我认为，一个人应该有适度的城府，既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又要保持真诚和善良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，不同的人对城府的理解也不尽相同。也许，这正是城府的魅力所在吧。订阅每听，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